速一起瞬间就进来了，太快了，感谢默许的烟花浪漫雨，谢谢，感谢弟送来真爱你雨，再次感谢大家，欢迎每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家，晚上好，晚上好，我可以一起把晚上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晚上好，无气，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是的，欢迎张墩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约而至。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我瞬间爆满，瞬间爆满，咱这个是啊，什么都挡不住我们直播间的这种热情。感谢弟的为你守护，谢谢，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等你等了那么久，行，咱一会儿安排一首。你是在点歌还是在跟我说话呀？欢迎申大树，欢迎望天，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送来的粉丝灯牌，对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继续送出手中的粉丝灯牌，一起升级我们的粉丝牌等级了。感谢申大树的比心，谢谢申大树，感谢云开日出，谢谢每位朋友的小心心小礼物。跟我说话，大家一起先，我们一起帮我们直播间点点赞，然后给大家发福袋，大家点赞上人气，我们一起抢福袋，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左上角这个地方可以一起领取我们免费的福袋，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下，领到多少不重要，那我们重要重在参与，好不好？行，那咱今天第一首就是等你等了那么久，其实没有很久吧。今天的古筝演奏，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也欢迎老朋友们回家。第一杯水，是呀，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
等了那么久，送给大家，谢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想你的时候干什么呢。感谢若尘的海上生明月，欢迎若尘回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谢谢我们榜上每一位朋友的支持，感谢 D， 谢谢若尘，感谢默许，谢谢陈，欢迎陈，感谢拂晓阳光，谢谢幺点九，感谢深大树，谢谢南苑，等等所有的朋友。
在公屏上，感谢漫步繁云送来的烟花，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有我们听群的同时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小星星支持，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大家觉得好听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接下来呢，一首为你祈祷。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位朋友。
首《为你祈祷》送给大家，谢谢，感谢若晨送来的浪漫营地，卓女侠来了，谢谢西陵的花开浪漫雨，感谢江南才子的掌上明珠，谢谢，欢迎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新来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如果觉得好听的话，我们左上角可以一起点点关注，感谢申大叔的花开浪漫，我们直播间有多少新来的朋友，一起在公屏打一好不好，我看看我们今天来了多少的新朋友呢，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筝音乐直播间，那我们的人气榜今天的时间还是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哦，已经到了点儿了，大家可以这个时间段一起送出手中我们免费的人气票，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抒情一点的歌曲，大家一起听听这首歌叫什么，这么多新朋友啊，谢谢11.9万，感谢你的人气票，谢谢张墩墩，谢谢永久，
冷雨，冷雨打出了我的暗号，爱一直在，谢谢，感谢木本茶园送来的环球旅游车，谢谢谢谢，感谢木本茶园，感谢彼岸花，谢谢我们周间每位朋友送来的人气票，支持我们的人气榜，目前咱已经人气第七名了，谢谢歪意，感谢晨曦，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如果爱还在，送给大家。一般呢，我们直播间都会打出来这个爱一直在，是不是？辛苦了，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和陪伴。好，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左上角点点关注。感谢音乐之声成为我们的会员，谢谢，感谢秋风爽爽的花开两半，谢谢秋风爽爽，感谢若晨的人气票，感谢晨曦。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感谢宝贝计划，谢谢彼岸花送来的花开烂漫，谢谢木本茶园的爱的守护，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大家的礼物支持，也谢谢所有朋友的人气票，咱目前已经哇人气榜第四名了，厉害了家人们，我们现在已经43.5万人气值了，位居我们人气榜的第四名，辛苦了，才9分钟的时间，哇咱这个凝聚力越来越厉害了，感谢月氏，谢谢你送来的人气票，
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想助力我们人气榜的，还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每人每天都可以获得完全免费的人气票。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蓝鱼，谢谢彼岸花，感谢有缘人，谢谢紫气东来。一首这个听清送给大家，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心声？走过路过的朋友，大家如果喜欢古筝，喜欢我们直播间风格的话，可以一起左上角点点关注，黄色爱心，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团。那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可以一边听曲一边双击屏幕，我们点点赞。
美的红唇深情演奏有没有打动大家呢？感谢大家送来的所有的小心心，所有的人气票，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73万赞，我们一起继续双击屏幕冲刺100万赞。感谢木本送来的秋日野餐，谢谢木本茶园，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热烈的掌声，感谢大家的点赞和人气票支持，打动了。好，那我们继续争取我们这个送给大家各种风格的作品吧，让大家在音乐里我们可以放松心情。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听音乐可以会随着音乐欢快，随着音乐让心情起舞，然后呢也可以在音乐中释放自己的压力，释放自己的难过，都可以在这个音乐中体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较为欢快的作品，大家听听这首歌会不会带给你一丝丝轻松愉悦的心情呢？双击屏幕，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谢谢，感谢陈送来的红包，哇，及时雨啊，谢谢大家的掌声，再次感谢每位朋友的人气票，咱已经第三名了。
血布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家人们，有多少个直播间呀？咱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第三名，太厉害了！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支持和助力的朋友，谢谢大家的88万赞，家人们88万赞，我们一起双击屏幕，一起冲刺我们的100万赞，好不好？家人们，100万赞在向我们招手，你们准备好了吗？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我们目前已经76.2万人气值了。家人们手中的小礼物小心心一起换成人气票，助力我们的人气榜。
不到3万人，这个点赞，大家在一起双击屏幕，我们在一起点点赞，好不好？谢谢九天揽月，谢谢奶味星河。下面我们如果抢到红包、抢到福袋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换成人气票，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谢谢空谷幽兰，谢谢，感谢你的为爱守护，感谢九天揽月，谢谢你的玫瑰花，谢谢月星空，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辛苦了家人们。我们一起送出手中的人气票，我们先朝100万人气值一起冲刺，好不好？平时这个点儿咱基本上已经将近100万人气值了，咱再一起加加油。目前咱是第三，咱争取在第三多待一会儿，然后这样子呢就有更多的朋友通过人气榜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认识到我们。谢谢，感谢 NG， 谢谢球球，谢谢所有朋友的人气票，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一起去领取每人每天都有的免费人气票。感谢大家的100万赞。接下来一首歌，火红的夏日了，送给大家。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人气票助力，目前咱是第4名，
家人们，我们一起继续送出手中我们所有的免费人气票，好不好？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助力我们今天的人气榜。谢谢，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在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黄色爱心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团。西海情歌会吗？听了玛尼情歌就想听西海情歌，行，这是情歌专场吗？西海情歌可以，那我们先继续送给大家一首这个还是情歌啊，这首情歌你们听听是什么情歌，这是情歌专场。感谢易染，谢谢 CC， 感谢斋泉。
好听还是上首好听呢？情歌也是挺欢快的啊，就是抒发思念、抒发情感的方式有很多，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淡淡的思念，有的时候是一种相思入骨的那种痛彻心扉。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人气票。那这首情歌呢，感觉是热恋中的情侣在对唱的一首歌曲，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这位朋友点的这首《西海情歌》啊，那这首歌曲就非常的悲伤了。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爱而不得，失去了最心爱的人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哭啊，这首歌。
得感动到大家了，可以一起在公屏上我们打一个那个酷酷的表情，让我看多少朋友与我共情了。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咱目前已经第三名了。共情，沉醉在音乐里了，好听，谢谢大家的掌声。对，就是美好的音乐总是会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这个感情的一个空间吧。我觉得谢谢所有朋友的人气票，谢谢大家，目前我们已经人气榜的第三名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你们能想到的情歌还有什么呢？家人们，我们手中的免费人气票千万不要浪费，我们每人其实每天我们只要观看直播20分钟都会有的，手中都会有免费的人气票，大家可以一起点击黄色的爱心助力打榜，然后可以看到目前可用当前可用免费人气票，一起送票助力就可以了，这个是不用做任何的任务都可以送出的。然后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这个在我们粉丝群里做一做我们免费的人气票任务，这样我们每人每天手中都是可以获得1000多张的完全免费的人气票。我们一人1000张的话，算一算，我们如果2000人参加，咱粉丝群现在已经有将近4000位朋友了，咱只要一半的人，2000人，然后一人不说坐满，就1000张，咱们就会有保底200万的人气票，完全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千万我们这个不要浪费我们群里的可以分享的这个机会，可以获得的免费的人气票，大家一起做做任务，然后一起助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听听这首歌是什么？
上这么多单身的朋友，一首单身情歌，希望大家喜欢。哇，我们目前人气榜还是第三名嘞，家人们，我们今天能不能使使劲儿，争取看看能不能保持第三名啊？感谢少爷，谢谢少爷的一直陪伴你，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所有的朋友，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感谢陈的红包，谢谢。感谢若晨，谢谢南苑，感谢心灵，谢谢少爷的一直陪伴，谢谢。给大家手中我们免费人气票，千万不要浪费。然后呢，我们手中的抢到红包福袋的朋友，小心心小礼物可以一起换成人气票，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谢谢大家辛苦了。哇，只剩十分钟了，朋友们，我看看我们目前的人气值是多少了。咱们直播间目前人气值已经130万了，家人们，我们一起我们向前冲好不好？一起，我们今天争取看看能不能抢个前三，有难度啊，这个时间点有难度，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大家一起手中的这个免费票都不要浪费，好不好？我们一起送出来。感谢水岩，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首加油，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红色粉丝牌一起加油。谢谢每位朋友的加油支持和助力，再次感谢大家的人气榜第三名。
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人气票支持。目前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距离我们的人气榜解榜还有最后的不到6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辛苦了，感谢大家的人气票，在最后的6分钟我们可以一起清空我们手中的人气票，一起清空手中的人气票啦，家人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争取我们榜个前三呢？最后的5分钟，家人们，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清空手中的人气票。目前我们已经144.2万人气值了，家人们，我们一起再让我们的人气值向上走一走，好不好？我们争取今天能够到今天的第三名，我有点预估不到了，可能他们最后会有秒的，所以我们就尽力吧，尽力而为。感谢海纳百川，谢谢丹，谢谢咱直播间每位朋友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辛苦了家人们。目前我们146.7万人气值，那下一名距离我们只差1万，非常非常的紧。感谢丹，谢谢申大树，所以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大家一起做做任务，清空手中的人气票，我们免费的人气票一起清兜啊！谢谢申大树，感谢丹，谢谢秋，谢谢字，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辛苦了。目前我们是151.6万人气值了，加油！感谢远山，谢谢风火幽兰，谢谢用户七。大家可以一起去粉丝群里把我们的群成员都喊到我们直播间来啊！感谢云南，有很多朋友我知道都是每天守着点儿，守着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帮我们助力我们的人气榜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每一天的支持。朋友们都参与一下，对大家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可以一起点击我的头像，来到我们的主页，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开放的粉丝群有5级、9级、11级、12级，还有3级。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粉丝牌的级别一起申请入群，申请入群大家只要每天完成这个分享的任务，在群里点击几个链接都可以获得1000张的人气票。谢谢白狼，感谢秦九，谢谢所有的朋友。我们最后的3分钟啊，被秒了。咱目前是161.7万人气值，那上一名是174了，哇，我们现在距离他们但是差距也不大，只差10万人气值。今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努力一下好不好？朋友们，感谢小硕果，谢谢小硕果，感谢15月，谢谢秋风扫落叶，谢谢任我游，感谢小乐，谢谢雪微华，感谢地，谢谢任我游的人气票连接，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送出的人气票。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大家手中的人气票我们一起清空。目前咱已经179万人气值了，那目前我们上一名已经203.9万了，我们一起加油吧，一起继续努力，不放弃，争取。感谢无缘，谢谢西凉，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每位朋友，感谢谷歌。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否逆袭成功呢？目前咱是191.9万人气值了，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支持和助力的朋友，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浮生，谢谢闲逛，感谢无尘，感谢思念，谢谢小雨，谢谢你我他，感谢南苑，谢谢子胜。哇，这个竞争有点激烈呀，他们现在已经260万人气量了，但是咱也非常厉害，咱现在是204.1万人气值。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送来的人气票，我们还距离这个最后的解榜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最后的1分钟，让我们一起清空我们手中所有的人气票，辛苦了，谢谢大家。感谢艾伯特，谢谢乔人，感谢三少爷，谢谢纵横，辛苦了朋友们，最后的1分钟我们一起加油。哇，目前我们已经211.3万人气值了，再次谢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感谢今天和叶晶晶，感谢看看，谢谢童话，谢谢海洋，谢谢我们榜上每一位朋友的人气票支持，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实在是这个榜有点高啊，第三名目前已经263万了，我们目
谢无权，感谢思念，谢谢子胜，感谢初夏，谢谢努力奋斗，感谢知足者，谢谢烟雨，感谢米雷，谢谢幸福无尘，感谢永久陪伴，谢谢宝贝，感谢晴酒，再次谢谢天意，感谢尔乐，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的支持。我目前已经219.2万人气值了，哇，今天我们是可以出220万了。再次感谢每一位朋友，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来，家人们，公屏上一起，我们打一波，拿下，非常非常棒了，今天的成绩真的是非常厉害，四姑娘。今天咱是四姑娘啊，很厉害很厉害，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家人朋友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支持，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再次感谢大家。第四名，对，我们一起公屏上打一波拿下，辛苦了辛苦了，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每一位家人们，谢谢大家，感谢今天送来的浪漫花火雨，谢谢今天，然后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感谢南苑，谢谢若晨，感谢艾伯特，谢谢今天，感谢心灵，谢谢秋风爽爽，感谢陈，谢谢地，感谢默许，谢谢音乐之声，感谢不想阳光，谢谢忘忧草，感谢思念，谢谢少爷，感谢深大树，谢谢乾隆在渊，感谢幺幺点九，感谢空谷幽兰，谢谢静源，感谢幽木，谢谢心，感谢卓夜星辰，感谢见多多，谢谢管理，感谢祥山吉水，谢谢自然中的平凡，感谢你我他，谢谢谢谢，感谢庆南，谢谢魏峰，福林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所有朋友的送来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拿下第四也非常厉害了，是的是的。哦，恭喜秋风爽爽升级我们15级粉丝牌，恭喜秋风爽爽，再努力努力我们就到16了，谢谢乾隆在渊送来的一支陪伴，感谢乾隆在渊，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辛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好听的古筝音乐，非常非常棒啊，大家知道一个我们是才艺直播间，而且我们最近人气一直比较低嘛，然后大家都是靠我们直播间的这些铁粉老粉们，大家每一天的这样日复一日的支持和助力，所以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再次感谢大家。好，家人们，现在人气票我们可以休息了，现在人气票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继续赠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可以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辛苦啦，一起帮我打一波辛苦了好不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非常这个阳光正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第四名，非常棒，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一起我们继续点赞不要停哦朋友们，点赞不要停，
666666，谢谢大家的小心心。我觉得大概知道大家是什么年龄、什么什么什么年代的朋友了。谢谢大家送来每一个小心心，感谢大家的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好，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双击屏幕冲刺我们的200万赞，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小心心，辛苦了朋友们。哎呀，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总是这样冒冒失失的，这样不好，主要是太激动了，主要是太激动了，难以抑制心中的这个激动的心情。我们来平静一下，平静一下。来，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水墨兰亭》。
大家觉得好听吗？谢谢，感谢南院的掌声明珠，感谢陈的红包，欢迎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水姻缘》。感谢陈的红包，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的点赞，好听好听，真好听。
水印送给大家。那这首作品也是非常有意境，仿佛我们这个在一个梦幻的空间里，是不是有仙气儿感觉？谢谢大家的关注，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谢谢，感谢南苑，谢谢艾伯特，感谢陈，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送来的小星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忆江南》，这是姐姐还是妹妹？您猜呢？仙气十足，梦江南，第一次听，好听，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大家的小心心。
首《忆江南》送给大家，边弹琴边打喷嚏。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肉尘送来的比心兔兔，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晨曦，谢谢晨曦。哇，新优还在送人气票，新优，我们今天的人气榜已经结束了，不用再浪费了，不要再浪费了，大家人气票我们可以留到明天。打了个喷嚏，边弹琴边打喷嚏，真是绝了。对，非常动听的一首，这个叫做《忆江南》，送给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只要平凡》。
200万赞，感谢肉神的私人飞机，谢谢，感谢大家的冠名，感谢肉神的冠名，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掌声，连个点赞呢，谢谢大家的200万赞，大家想点赞了是吗？想发挥一下我们直播间实力了。好听，今天我们点赞略有点慢，是不是？谢谢大家的小心心，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的头发是真发吗？薄真。为什么不像真发呢？我头发像假发吗？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个每次做造型啊什么，他们都这个都说我的发质特别好。发量比以前少了很多，谢谢若晨送来的保时捷，感谢若晨的保时捷，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辛苦了朋友们。哎，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点曲环节了，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随机截屏，截到的第一位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准备好了吗？大家先加入粉丝团，然后参与我们的点曲。人好好看，停一下，数一二三，开始三。谢谢肉晨的保时捷，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谢谢我们保时的家人们，辛苦了辛苦了。用的什么洗发水？这洗发水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是一个国外的牌子。截图了，朋友们，我的头发好美，谢谢你的夸奖。关注点怎么都到头发上了？我的头发，我以前的头发发量是超级多，就是那种一把都有点握不住的那种。但是这两年发量稍微少了一点。来，我们准备截屏，5、4。今天的幸运观众是谁呢？来自我们12级粉丝团的冰咖啡点了一首白马，哇，好，好一首白马，那我需要换一个调，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完了，我的扳手也不见了。
首《白马》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南苑的马车，谢谢南苑，家人们，我们去公屏上大家一起打一波感谢，谢谢大家的小心心，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院长的守护大力支持，感谢南苑，谢谢若晨，感谢艾伯特，谢谢陈，感谢弟，谢谢默许，感谢胡小阳光，谢谢忘忧草，感谢少爷，谢谢申大树，等等等等，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辛苦了辛苦了，家人们，好听好听。我想想还有是这个调，还有好听的作品，大家一起点赞好不好？我们继续双击屏幕，我们的点赞不要停啊，真棒，太好听了。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辛苦了辛苦了。感谢三张新人，谢谢大家的，我们直播间每位家人朋友的陪伴和守护，都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的不容易啊。感谢院长，谢谢大家的215万点赞。那我们可以去试一试点赞，我们可以试一试，找找有没有可以。哎，那天陈雅思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连麦？我们试试跟他们，看看能不能搞一个点赞局。来吧，再来一首《新编十妹妹》，你们都想听这么嗨的吗？那还有这个，还有这首。咱不连了，咱就弹点嗨曲，然后我们点点赞好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我们双击屏幕，现在点赞飞起来，夫妻神天晓，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感谢南岳的抖音号，谢谢大家的小心心，谢谢大家的关注，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我看看我们现在的点赞多少了，家人们，我们点赞多少？224万，稍微有点慢啊，我们这个曲风都这么嗨了，是不是？那我们来这个一段十面埋伏再展示一下，我们来一首新编十面埋伏，谢谢平平淡淡送来的掌上明珠，我们再来再冲一波赞吧。有这样这个瑶池，我们学古筝的人通常这个胳膊都会粗一点，因为每一次弹这个摇指这个技巧，长时间的就是很大力的这样子去弹的时候，会锻炼我们这一块的肌肉，所以我们正常的弹古筝的就是学的时间长的专业的演奏者，这里是会有一块凸起的肌肉的，很可怕，所以我们力气都比较大，弹古筝都得是女汉子，都得是女汉子。感谢南院的星际守护者，哇，谢谢南院，辛苦了辛苦了，感谢南院，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无影手被练就了无影手，辛苦了大家，大家一起双击屏幕，我们继续点赞不要停哦。感谢南院的星际守护，把自己吓着了，就是这个调，不错，真的是这个地方，你们仔细观察会有一点。长时间的锻炼，它就会产生肌肉，就像我们健身是一个道理。
新编十面埋伏送给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哇，我们已经245万赞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感谢南苑，谢谢，感谢若晨，谢谢艾伯特，感谢弟，谢谢陈，感谢默许，谢谢浮想阳光，感谢序曲，谢谢序曲，欢迎，哦，这是我们十级粉丝团的朋友，谢谢，感谢忘忧草，谢谢少爷，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口服心服，外带佩服，太会说话了，谢谢大家啊！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每位朋友，谢谢我们点赞的家人们，辛苦啦！感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你们喜欢吗？厉害了，过瘾！那我们再来一首，大家再一起冲冲赞，好不好？我们再来一起冲一冲赞。就是用很大力气弹完之后，这个整个琴音都会跑。好，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这个调的，来一首 China， 好久没弹这首作品，送给大家，喜欢。
家人们，哦，我们已经这个可以点亮新的一天的粉丝灯牌了，谢谢大家。哇，我们又拿下了一个北京的地区冠军，又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一天，谢谢大家。这两天弹琴弹的感觉自己有洪荒之力，你们懂吗？就是弹的感觉自己有洪荒之力的这种全身使不完的劲儿。你们听听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曲子吗？感谢大家，弹一些专业作品，这个琴有点软。谢谢，感谢南苑送来的花开烂漫，感谢今天的秋日守护神，欢迎今天回家。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太棒了，这手法，手法绝了，确实厉害。用琵琶弹一首《九儿》，热情被激发出来了，被大家激发出来了。其实直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双向的，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其实是双向的，大家好多人都在说感谢我，其实我更应该感谢大家，正是大家这样的一点一点的陪伴支持，大家的这种鼓励，你们的包容，你们对我的这种关爱，反而给了我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给大家展示更多的好听的音乐，呈现更好的状态。对，我们的火花再一次碰撞了，燃烧起来了，谢谢大家了，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辛苦了辛苦了。那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古筝演奏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我每次都最后才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曲子，想听的曲子我们下次来听，好不好？好听好看。好，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觉自己有洪荒之力，使不完的劲儿，这可怎么办？我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大家还会这样子，就可能颠覆了大家对于这个弹古筝女孩子的印象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视频也是这样，就有点那个，有点古装扮相。比较飒的那种，你们喜欢吗？又来了一只听曲的虫子，
辛苦了，朋友们，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家人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为我们一起带来的267万赞，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帮我们拿下了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感谢我们榜上每位家人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红包福利，也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温暖好看的画面。再次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助力的朋友们，我们的管理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每位家人朋友们，大家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谢谢大家，辛苦了。感谢南苑，谢谢若晨，感谢今天，谢谢艾伯特，感谢陈，谢谢弟，感谢默许，谢谢音乐之声，感谢拂晓阳光，感谢忘忧草，谢谢思念，感谢少爷，谢谢申大树，谢谢9326，感谢静源，谢谢1109，感谢空谷幽兰，感谢用户，谢谢迟亮，感谢卓夜星辰，谢谢庆，感谢心，感谢见多多，谢谢你我他，感谢自然中的平凡，感谢管理，谢谢谢谢，感谢庆南，谢谢微风福林，感谢108歌舍，谢谢子安，感谢用户792，感谢三少爷的剑，谢谢飘过，感谢用户9811，谢谢用户902，感谢雪微华，感谢飞得更高，感谢米莱，谢谢嘉年华，感谢心语，谢谢童话故事，感谢勇往直前，感谢天意，谢谢幻影，感谢白马西风等等，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拜拜，朋友们，晚安。哦，谢谢大家一起帮我们点亮了我们的礼物整管，冬天的暖阳，谢谢大家，拜拜。是照亮黑暗，又是哦，今天是周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周，大家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拜拜，下次见，拜拜。